车载第一品牌就是 Try Win， 没有错，就是我们的 Try Win。所以呢，如果要拿好礼呢，要 A 好康检评，记得要回答我 Try Win， 没有错，就是我们的 Try Win。那我们今天的现场马上跟各位介绍我们最新最优质的商品，今天跟大家报告一下。等一下呢，我们活动压轴还会送出这个平常的市价呢大约399，我们现在炎炎夏日非常好用的日本神奇皂，跟大家介绍我们家最新的产品有多新呢，就是刚刚有说过前天8月1号电脑展第一天才正式上市的，所以呢放眼全展场应该没有一个品牌像我们呢刚开卖呢就已经缔造一个非常棒的成绩。首先大家来看到我们的TD6， 我们的 TD6， 记好它的型号是 TD6。 好，那我们 TD6 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最大的特色大家记仔细了，就是拥有一个180度的广角拍摄镜头。那拥有180度广角拍摄镜头有什么好处？让你呢拍摄无死角。那代表什么？代表当然同时就是安全无死角，就是因为它拥有180度的广角镜头，180度，没有错。那这样一台拥有180度广角拍摄镜头，请问是我们的 TD 几？